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读《红楼梦》这本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各处监管，王夫人等日日忙乱，直到十月将近，信皆全备，各处接管都交清账目，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。彩办鸟雀的，自仙鹤、孔雀以及鹿、兔、鸡、鹅等类，悉已买全，交与园中各处向景饲养。贾强那边也演出20出杂戏来，小尼姑、道姑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。贾政方略心意宽畅，又请贾母等进园，色色斟酌，点缀妥当，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了。于是贾政方择日题本，本上之日奉朱批准奏，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，恩准贾妃省亲，贾府领了此恩旨，一发昼夜不闲，年也不曾好生过的。转眼元宵在耳，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，何处更衣，何处宴坐，何处受礼，何处开宴，何处退息，又有巡查地方总理、官房太监等，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，各处官房党为魔，只是贾宅人员何处退，何处跪，何处进膳，何处监视，何处起事，种种礼仪诸不一。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武臣兵备到打扫街道，撵逐闲人，贾贺等都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，至14日俱已停妥，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。至15日五谷，自贾母等有觉者，皆按品服大庄，园内各处帐舞盘龙，帘扉彩凤，金银幻彩，珠宝珍辉，顶逢百合之香，平插长春之蕊，静悄无人咳嗽。贾贺等在西街门外，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，街头巷口俱系围魔严挡，正等得不耐烦，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，贾母忙接入，问其消息。太监道：“早多着呢，未出客用过晚膳，魏正二客还到宝林宫拜佛。”某初客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，只怕误出才起身呢，有些字不认识，不知道怎么读，有些字是认识但是不知道怎么读，只怕误出才起身呢。凤姐听了道：“既这么着，老太太，太太且请回房，等是时候再来也不迟。”于是贾母等暂且自便，园中悉赖凤姐照理，又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。一时传人一担一担地挑进蜡烛来，各处点灯，方点完时，忽听外边跑马之声，一时有10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，
这些太监会议都知道是来了来了，各按方向站住。驾鹤领和卒子直在西街门外，贾母领和卒女眷在大门外迎接。半日静悄悄的，忽见一队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，至西街门下了马，将马赶出帷幕之外，便垂手面西站住。半日又是一队，亦是如此。少时，便来了十来队，方闻得隐隐戏乐之声，一对对龙精凤雀，楚羽辫头，又有销金提炉焚灼玉香，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，便是官袍带履。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烛、绣帕、漱盂、佛尘等类，一对对过完。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板宇缓缓行来。贾母等连忙入房跪下，早飞跑过几个太监来，扶起贾母。邢夫人、王夫人来，那板宇抬进大门，入仪门往东去，到一所院落门前，有执佛太监跪请下雨更衣，于是抬雨入门，太监等散去，只有昭容、彩冰等引领元春下雨。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，皆系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。上面有一匾灯，写着"体仁慕德"四字。元春入室，更衣毕复出，少女进园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气象、富贵风流。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，轻便风下，那等凄凉寂寞，若不亏赖僧、跛道二人携来到此，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？本欲作一篇《登岳赋·省亲颂》，以至今日之事，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。按此时之景，即作一赋一赞，也不能形容得尽情妙。既不作赋赞，其豪华富丽，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，所以倒是省了这功夫纸墨，且说正经的为事。且说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，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，忽又见执佛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乃下雨。只见清流一带，势如游龙，两边石栏上，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得如银花雪浪。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，然皆用通草、稠绫、纸绢衣饰做成，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，更兼池中和行误路之属，一皆系垒风羽毛之类做就的。珠灯上下争辉，真系玻璃世界。珠宝乾坤，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，珠帘绣墨，
贵机拦扰，自不必说。已而入一石港，港上一面扁灯，明现着谬听花絮四字。谬听花絮四字，按此四字并有凤来仪等处。接戏上回，贾政偶然一试，宝玉之客亦才晴耳。何今日认真用词贬廉，况贾政世代诗书。